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好了。别摔，别摔，别摔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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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了。啊，早知道我不走了。走没问题，走没问题。
快点，快跑！还有 BKB。他没有盾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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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扛。我被晕了。不上不上，花椒买出来救我，花椒。我准备先手马尔斯。先手。马尔斯没上。不上吗？哦。打没问题了吧？还可以打吗？我断跳了，回旋踢，对对对，推过去推过去推过去，我们可以上高，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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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哐哐哐 ，nice！ 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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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回头快走！
OK OK。不管，龙骑废物。打回来了，舒服了。就是卡尔很怕那种，就是他摸不到的，就很灵活的阵容，卡尔非常非常怕。就比如说这一把，他就是挺灵活的，他是能溜着卡尔打的阵容。比如说像什么帕克先知这种的，卡尔真的很难受。你出点金手不是，你不出点金手也不是，你出点金手就爆发欲嘛。你爆到中后期，你打不过先知帕克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帕克。帕克是真的打不了，就卡尔，我东南亚最怕的英雄就是帕克，一点脾气没有。我现在基本上也就是定下了，现在目前的思路就是夹腿骨灰，我感觉是卡尔唯一比较万金油的一个打法。就不管你是出点金紫苑，还是出什么跳刀啊什么的，你资源都不够。说白了，其实还是对线对好一点，做个骨灰，然后跟人队友打。我感觉是目前版本卡尔胜率比较高的一个打法。我靠！我这全是认识我的。我最怕的英雄来了，我最讨厌的英雄就是帕克，我最他妈讨厌帕克。哦，地板上还有蜘蛛，我操！这是什么战术啊？中单，我跟你讲，中打帕克这个英雄，你出紫苑，他妈的，你紫苑做出来的风筝就好了。
猫上去了，紫猫上去了，赶紧走。啊，断了断了，他 TP 被我断了。你打先手吧，我直接杀陨石。我可不吹牛皮，升级绝对是好东西。最后不亏666。我操，护崽大哥意思是，就把他妈迪美杜莎和这个迪卡是日了狗的。能打肉吗？不，我不拿，我不拿，我不拿。U-Tech SK SK U-Tech 我马上 BKB 了。哇，这个人的英语和中文都好好，一直在双语交流，我操！
双鱼指挥啊，这大锤可以的，这锤子英语和中文都不错。啊，有火箭吗，兄弟们？谢谢火箭，是哪位老板刷的呀？这把锤子真的打得很好啊，这把大锤真的打得很好，今天打了12个小时45分钟。休息了。Hello, 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